跳过1-0，还是赢了。伊科纳乔替补上来进了个球，不错。客场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肯定出线了。我们把小组第一让给沙尔克04吧。跳过，竟然赢了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欧冠小组赛出线就800万呢，客场对曼联自己踢一个吧。这段时间还是多拿点分吧，正好没有欧冠，没有足总杯。这他妈曼联踢的怎么跟这个要保级一样？博格巴1-0。这小孩我知道，跟我一块踢的时候就是个垃圾啊！靠，竟然还混个角球。盖亚，要就是您速度，远端传的什么球？亏这前锋不行。认真的吗？右转博洛啊，位置跑得不错，这脚射门最后怎么这啊？越位！邓贝莱漂亮，2-0，德赫亚失误。又是博格巴，可惜踢偏了。我们主场对切尔西，沙奇里在切尔西还踢首发，内马尔22分钟1-0跳过，3-0。我们都快把英超踢成这个德甲了。客场对西汉姆，然后紧接着隔一天主场对 QPR 吧，再隔一天。又是主场对火尔城，这要忙死啊！圣诞节，圣诞节，客场，我们还自己踢吧。哎呦，米迪科在西汉姆呀，要出事儿！哦，克雷亚，我想做假扣，把后卫甩开的，直接射出去了。No， 快解围！哇！幸亏没穿好。漂亮，拉马达1-0。不过这个球功劳还要给那个雷纳泽特，30多了，跑的还是那么好。一个人吸引了3个防守队员，啊！你传的这是啥呀？小点力量不就可以射门了吗？你看这是后卫快控球啊，控的比我前锋都好。为什么电脑的插上这么积极？我靠，这米利科都出来做球，这也能弹到他脚下是吗？还不越位，也是比较恶心的一场比赛。下半场也没什么机会，被电脑压着打，好歹取胜。主场首发 QPR 模拟跳过2-0，哇，这罗没开二度。跳过3-0 ，EA 伊赫纳乔，这罗又没开二度，冬窗开始了，签人去啊，还是有很多钱的。贾小扎伊用着好一般啊，贾小扎伊控球不是太好，身高比想象中高好多，87也不是很高嘛，将就上90都入不了眼啊，不会来就退役吧？有观众说你把不想转会这些人标起来啊，大家就会倾向于去买啊，你列出来要卖的这些人了。桑切斯同意，欢迎，明年见。贝尔也同意，来吧，踢一年是一年了。萨内也同意了，来自乌克兰那名前腰也同意了，挺好一个前腰。
之前没有用过，正好试一试。德派可以卖，但是那个什么得上去。这个后卫也可以卖，我可以再去免签一个，但是得涨点薪水过来。这签你好了，一有转会我就懒得踢比赛了。跳过二比一还是赢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跳过又赢了，又是二比一。伊格纳乔踢不上来进球，罗德里克斯又进球了。德派就决定出多少钱？3600，可以，不傻了，就这样。你们要是足总杯输了，你们盯着的，跳过4比1 ，yes。两个边锋各进了两个球，那个后卫2000万加盟了桑普多利亚吗？不是，华尔堡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我们签了这个顶替他的后卫，也同意了我们的合同，明年冬天就可以来了。德帕也卖了4500万去 AC 米兰。马夏尔也是卖给 AC 米兰的，我们去把安德鲁买了，看看尝试能不能拿贾努扎伊换。但其实现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太牛逼的队员不在我手里了，太牛逼一点的要不然就岁数太大了，数值还可以，但岁数有点大我就不愿意买了，可能就是安德鲁吧，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试试。跳过2比0，哎，这个比分我很满意，恩波洛终于开始进球了。这罗又进球了，哇，这罗现在射手榜怎么得前五吧，这罗啊，你看在第4，12个进球，安波洛才进了8个，安德鲁怎么没有信儿啊，你是卖是不卖啊，测试租借可以，门将租借也可以，6300万，我的天哪，你对贾努扎伊不感兴趣是吗？啊，有兴趣，有兴趣还有这么多钱，虽然我不差钱吧，这也太夸张了。3200万，同意？搞什么搞？砍了一半你都同意，你也太臭不要脸了。安德里同意了，欢迎加盟斯托克城啊！足总杯主场对丹普顿，还是模拟过去吧，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吧。阿克斯塔怎么上来了？我靠，要出事儿！跳过、啊、还是赢了？哇，应该把德派卖走了，电脑把阿斯塔挪来踢首发了，赶紧调一下，本诺泽特踢首发，这是个门将，同意啊，走吧。安德鲁还能练啊？是真的吗？放弃，他谈了一次价格你就放弃了，没钱就别来我这买人，看看还有没有球员快到期，签着玩呗。巴克利同意了，来吧。我要买维索，接受了，哼，能卖出去就行。拉玛纳太少，再涨点钱。维索卖了，拉玛纳又没成功，接受了。这个小孩已经不行了，24岁才72，跳过1比1，踢平可以接受。英格兰足总杯，你也不告诉主场还是客场，阿森纳客场，这还是主场模拟吧。然后阿森纳那场我可以踢一下。跳过3比0，耶！主场赢，伊科纳乔踢不上又进球，评价阿仙奴吧，打击一下，让他们攻出来，我好进球啊！客场对阿森纳，我们换到替补阵容，我们自己踢一下，顺便看一看这个安德鲁怎么样。莱万还在啊，桑切斯要小心，阿森纳好难踢呀、啊！突然间想起阿森纳上个赛季是怎么揉我们的。阿克斯塔，哎，这个小黑人后卫身材好小啊！这是我们从阿森纳签的那名中后卫，数值倒不错，都是81了。他这身材踢后卫，我有3个89的中锋，对，有钱人，都想上场都得轮着上。克雷亚漂亮，1比0，后卫竟然没有铲到，我还以为这球是后卫的呢。spin 晃开一个后卫，哎，后卫谢谢啊，7号。克雷亚矮壮还挺好的，也能抢上球，速度也有。我从马竞签了2个人，一个是克雷亚，还有一个是萨古尔，都是我的前队友。
哦，不客气，这小孩门将都不行啊，天天失误，曼城那个也是，阿森纳这也不靠谱。克莱亚短短三分钟已经梅开二度，哦，好门将，你还真敢射，又是桑切斯，惹急了把你买过来放冷板凳上。克莱亚，耶，啊，哇，天啊，这球传得太好了吧，还好，换个人吧，反击打不起感觉来，阿克斯塔找不着人了。阿布洛，你要踢边前卫吗？算了，马斯托尔来了，拉马纳踢一下蒂尔曼。哎哎，拉马纳，你是想走人吗？我现在可不缺中场，这种失误在我阵中是不允许的。哦，终于我们报了上赛季的两届之仇，客场2-0战胜了阿森纳啊！现在英超呢踢了26轮，我们积71分啊，排在第一；曼城57分，排在第二。没准我们可以有机会破英超的这个夺冠的积分记录吧。好，那么这期节目先到这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。